今天的全方位教育讲座要为您讨论的是申请大学进入倒数计时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仍然请到了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江主任你好。你好，各位家长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申请大学啊。我们都知道申请大学的这个申请过程其实是蛮冗长的。对，因为这个从可能在初中进入高中时期就开始准备，一直到这个四年，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但是当然啦，任何的比赛，任何的这种过程，到都是到最后面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就那现在刚好是在放暑假的期间呢，那么有很多是十一年级的学生要转进入到12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很对他们讲是黄金的这个阶段，对申请大学方面。那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对啊，这是你这个就是赛跑的这个终点。是啊，要冲刺了。对啊，你要冲刺嘛哈。那其实我要提醒你，第一个哈，你不要觉得你还是十一年级哦，因为一放暑假你就是十二年级了，就已经进入十二年级的这个关卡了。对，所以你已经是十二年级了哈。那现在来讲呢，第一个你要检视一下你的 GPA 够不够。好，那你 GPA 够不够？说实在的，很简单，就是一个个列出来算。好，那这个算了之后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你想去的这些大学，它就是历年来录取的 GPA 平均是多少？是。那你现在是多少？那中间差了多少？如果说中间差异性还是有的话，你可以就是说选择一些暑假的这个网络课啊，大学的社区大学课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想办法去，就等于是说可以把你的 GPA 稍微拉高一点。是。好，那如果说这一部分呢，已经 OK 的来讲呢，第二点就是你的 SAT。如果说你想申请 UC Berkeley， 大概2150，那你现在还在1900。那你就要赶快冲啊，你就要赶快冲到那个数字，因为你这是硬性的一个数字哈。你如果说输在那个数字，基本上就是比较机会比较低啦。对，就是说基本的都没有到达，那其他更不用考虑了。对啊，就像你去选美，那身高就是一定要那么高啊，那你没有那么高，你就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弥补嘛。没错。所以 SAT 再检视一下，好，够不够？对。第三点呢，课外活动够不够？我如果课外活动不够，我这个暑假还可以大做，但是我做我就要做那个真正可以加分的，而不是说东做西做瞎忙一团，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时间都不够了。是。所以这三点呢，你检视好了之后呢，你看一看你现在的状况，距离哪些学校是比较符合的，把你要申请的大学列出来。有一些是你真的很想去，可能分数稍微差了一点，没有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对，我们还是申请，只要有申请就有希望嘛。是。然后再来呢，就是说真的我这个数字差不多的学校，还有就是说比我这个数字稍微低一点的，那叫 safety score。我全部要列出来之后呢，然后这些学校他要的是什么，申请截止日期是几号，我要有一个总和的一个表。那我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譬如说自传啦、老师的推荐信啦，这些东西就是要一个一个去完成，所以我这时候应该要把这些时间表全部都列出来了。哦，听起来十一年级的这个暑假是非常非常忙碌，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喽。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在十一年级之前，你很多这些没有做好的一些，或者说你尝试了一些，比方说某些课外活动，你发现说，哎，这个对你将来的申请大学的话并没有太多的帮助，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有所调整，对不对？对 对。在这个暑假十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暑假的时候，好好的做一下转换，对对对，赶快做一些就是真正有加分的。我常常都讲哈，就像是做蛋糕，你那个蛋糕中间的实体要真材实料，可是外面的那个放那个花你不能乱放啊，你要稍微想一下怎么样放才能真的显示出那个蛋糕的美感，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对，或者是一个主题，对不 对？很多蛋糕都有一个主题性， 对不对？所以你的主题性是什么，而不是把所有的花全部都往上面丢。没错。对啊。那这当然了，进入到这个十二年级之后，当然就是这个申请的资料你一定要准备齐全，因为 你不要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就到最后没有把它做好，草草了事，对对对，完整的这种呈现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在资料准备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呢？对，资料的准备的话，就是说第一点，你像我刚刚讲的，它需要些什么，你要搞清楚，对不对？然后呢，像有一些学校它需要面试的是，你是要去登记，然后你登记了，就几月几号之前你要登记。你如果没有登记，在几月几号之前，你就没有面试的机会。那
那如果说你不要面试也就算，如果你想要面试的话，你就确实那个时间要去登记，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申请日期其实是非常 confusing 的。譬如说有些像 USC 它的这个截止日期，如果要奖学金是一个日期，不要奖学金又是另外一个日期，然后跟 UC 的日期又不一样，所以这些日期你得搞搞清楚是不是。然后呢，再重要就是说这个申请资料里头你的自传，每个学校的题目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学校的题目你得搞搞清楚。那每一个学校的风格，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他才会喜欢我，你得搞清楚。然后老师的推荐信，好，老师的推荐信呢，我们要在一开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些资料送给老师，我们要整理得很好。比如说提醒老师有一个叫做就是自我推荐的这个表格，老师我有做这个那个那个，因为老师记不起来你做了什么嘛，对对对，这个都要做准备，都要做准备。还有就是说这个信封啊，寄到哪些学校，邮票都要帮老师贴好。OK， 所以呢，听起来这个资料准备上是真的蛮繁琐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稍微提到一下自传啊，那你刚刚说就是不能统一式的，所以我们来待会我们来讲讲，就是怎么样准备自传，然后怎么样针对每一所不同的学校，你要做这些资料的准备。我们来讲稍微更详细一点，好好，也许对这个家长们有所帮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